露丝真是行走的表情包啊，他到底摸到了啥呀？怎么是这个表情？Thank you.
很法哎，真的法惨了，你看，法惨了。我们要去玫瑰庄园，来自的玫瑰庄园。可是我没有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法式妆容，哎，精髓就是能打腮红做完了。第一个精髓是高光，第二个精髓是摘掉睫毛，对，没有睫毛，然后要清透感，然后把重点就是放在腮红跟高光嘴唇上面，然后呢加了一点小雀斑，嘴唇是裸色叠的一个玫瑰色，然后腮红是打了四种颜色的腮红。戴了一个小帽子，但这个裙子原来是为法国准备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脑袋一个小汽车。捡到了小花花，防晒小技能，倒一个咖啡。我们现在又上车了，因为玫瑰园周六不开门，所以我们就只能换成方案二，就是瞎逛，哈哈。披萨，五颜六色的酒，阿哥子，还有什么？阿福加哥，这里没有人，我好喜欢这个地方。大白色，对，刚刚在选购完全没有录哎，妈呀！就是来法国嘛，一定要去意大利的药妆，然后买了一些保健品，然后现在回去。特种兵，换一套衣服，然后去吃晚饭。尝一下你的。不，这为什么没有人吃？顾点顾点。好大一个。你也非常想拍河边的晚霞。带着我们的车已经下班了，轻轻柔柔的想念。In Paris。哎，不对不对，直接在巴黎了。直接在巴黎啊！又来了法国曼都，法国曼都。再见了大家，一刻要下去，法国的记忆从早上12点清除。好，你刚刚跑完步回来，现在就是。怎么回来就天黑了？